近日，有网友用 AI 生成视频和声音复活李玟。视频中，李玟坐在镜前，暖心回应粉丝关切，称：“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感到惊讶，甚至有些不真实，但是请相信，我这是一个充满着爱和感激的时刻，因为我有机会通过这段视频与你们相聚。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，我一直能感受到你们无尽的爱和支持。”你们热情和信任是我音乐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对此，有网友评论称，看到你，听到你说话的那一刻，眼泪都出来了。此刻很希望你是真实的，还存在。也有网友发表不同看法，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。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意愿，希望能够尊重逝者。你们好吗？我是 Coco 李玟。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感到惊讶，甚至有些不真实，但请相信我，这是一个充满着爱和感激的时刻。